欢迎回来，欧亚新闻带您聚焦澳门。澳门政改全民咨询将会在明天启动，为期一个多月的咨询期里面，暂定举行十场公听会，其中有三场面向公众，其他都是面向社团和界别代表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政治咨询文本的详细内容。咨询文本建议，行政长官选委会人数从现在的300人增加至400人或以上，新增的名额由选委会四个界别平均分配，而特首候选人的提名门槛就维持不变，提名人数不可以少于选委会人数的1/6。在立法会选举方面，咨询文本提出了直选和兼选等额增加各加1至2席的方案。如果兼选增加2席的话，文本建议专业界别会得到其中一个席位。此文教体利益就会分拆，社会服务和教育界新增一席，文化和体育界就有2席。而针对目前监选制度的种种漏洞，部分议员认受性备受质疑，选举方式容易被垄断。文本提出3大改善措施，包括降低提名门槛，引入更多竞争，只要拿到20%的提名就可以参选，扩大监选的参与度，拥有法人选民资格的团体，每个会的票数会从目前的11票增加至22票，取消自动当选机制，就算只有一张参选名单都要投票，体现民主精神。咨询期从3月10号开始，一直到4月23号，期间当局会举行10场公听会，其中7场是面向社团代表，有3场是公众专场，出席和发言的市民都要提前报名，每位市民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。当局表示乐意接受民间邀请，落区听取市民对政改的意见。二位是彭海慈、江朝东澳门报道。